三旬，强迫症，洁癖。我看你是想死。他就是个扫把星，真是遇见你各种不顺。就他这样，发际线迟早后移。像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拥有爱情，也不知道哪个女生瞎了眼、瞎了心会看着你。喝不醉，何路为寻是吧？名字都是情侣的，还撒谎。万一我们复盘的事情被传绯闻了怎么办？我愿意。何不醉，我喜欢你。陆先生，你这是要向我表白吗？喜欢吗？我喜欢独一无二的项链，喜欢为我绽放的烟花，我也喜欢你。过来。干嘛？嗯？又要亲啊？